信的耳朵都离家出走了吧？五万，一共多少钱？一共五万是吧？五万，我可没吃啊！啊，吓死我了！宋茜以己之力带偏蒋欣。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并没有什么用。你又矮了。我矮了啥呀？不是你矮了，人家矮了。你能不能说话说清楚点？咱们这个队就叫 WiFi。为什么？你不就像 WiFi 吗？白菜。WiFi， 你们这耳朵都怎么了？什么菜？那边说的。年纪轻轻耳朵就不好使了。陈小春。硬糖。硬糖。硬糖。郑恺。洋洋。救救我。弟弟是苗苗，不是瑶瑶。什么都没啊。众筹给黄明昊买个挖耳勺吧。先生，是否见过这东西？有虾饺。超凡森库尔的神。你自己是鬼。我自己是鬼。是你给这一趴华丽不错，反正刚才华丽够华了。已经够华丽了。鬼在叫我。值得笑吗？我不值得笑。我说你不值得笑吗？王子异可以出个合集了。我想钓鱼啊，不知道你说我们啥时候能去钓鱼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很想钓鱼。想尿了。想钓鱼。哦。我是一只土鸡。你好，我是土鸡老师，你好。腾哥真社死场面。十二岁就开始做黄灯了。您现在多大？67。哎呦，多少斤？67。这担子有多少斤啊？担子56斤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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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，大爷，你先凉快吧啊。好嘞。